Cuando tuvieron contacto, yo voy a buscar en mi casa que yo sentí que se me fue. Chúng ta sống chi sống lại gặp sao chúng ta sẵn sàng từ tổ đến chi tổ tổ phát sinh sự nào không đúng任何其实健康的难过脖子跟难过头的难过腿的难过看都不懂但是所有改练气功啊，所有运动的，到这个时候一定会去帮忙，自己帮忙自己，开始头稍微动一下，肩膀动一下，哪里动一下，轻松的通过了，压的这样永远不会有最高的成就，就是讲身体这一面。气这个气，所以收气就收气，你叫它收脉。你身体哪里感觉哪一小部分有三十几种反应，酸痛胀麻痒冷热等等等等，堵塞，不是跟你们讲的吗？你都没有注意。痛在不痛，痛在不痛，凡是有酸痛、胀麻、痒痒的障碍，就不难受。你如果只是摆到不动，我就看你上司在哪里，看你的肩膀，看你怎么的，甚至看你心都忘了。你越往越大。感受感受方面越大，他就耐心了。那我看到你们诸位很有成果，有些练功夫的，细的感受，耐没有通，没有通，所以有这些障碍，通就不通，不通就通。那么你说怎么办？你就看到这方，我不管你看你怎么办，很难受。你把手先忘掉，再通过了。你不是会念心经吗？心经，观自在菩萨告示生一字：色非空，空非色，色即空，空即色。这个色法是讲方便有。生理无理的，生这个空空就是在生理空空归生，下面两个什么受想行识，然后就是八个字，你就不想了。他因为翻往翻向东啊，中国人喜欢简单明了，头脑清楚，生这个空空就是。这社会空空不一色，他的受感觉了，想思想了，行无形中那个生命的动力是行，识精神意识方面的生意识的识，这四种呢，跟上面社会空空就是在社会空空的是一样的，所以说受想行识言望于识。跟上面这个原理是一样，是翻译中文。那梵文里面，我外国人翻译呢，就如说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行不异空，空不异行，行即是空。好，如果是观。
准章法师生担大锅的也是六百块，就翻了那么多种。翻译的文章三里面的姓姓氏他们老师规矩答很明白，意思告诉大家清楚，两文章很美丽。这准章法师魔术外公外法有居民法，他不仅就不老实法师翻译发现为时晚明学历不高，看来就是啊沈章师傅我内心不知杨德老师话文手不高，所以把最高的生命科学的逻辑啊，他很信很老实发展。周末老师法师呢就不说了，弘扬是新增260个字，通通讲完了，甚至空空之在社会空空外在受伤人呢生死也要日子好了，把我们做完了。这就是中文跟外文的差别，宋代人家讲的中文的差别，所以中国文化都在古文里头，几千年的文化都是代价那么多，几千年留下来古文学通了，只要一年半两年把古文学通了，统统看懂了。比如欧阳修讲学文章啊，他奉命写唐朝的历史，唐朝历史的两部人，原来我们叫六唐书，唐朝的历史很比较多。欧阳修本身是古唐朝的历史，加了一些东西叫新唐书，所以唐朝历史有两部重要，新唐书呢比旧唐书少得多，文字少得多，内容跟旧唐书还多一点。这是讲欧阳修的文章啊，他做总裁的时候收国家历史这个多大的责任啊，前一个朝代譬如中华民国100年，那个党派的好的坏的都要写出来，一点都不留情啊。他确实的做总裁，他一看呢跟到他写的都是大文豪，正统派的都是文章很好，起码都是正式重的全部干了。哎呀，我在想怎么带领上台，有一天晚上下午，哎，开了会啊，我现在什么用啊，就是带领大家我们到外面太累了，是历史学我们的到路上去转一转，外面他就带领了，刚好碰到机会了，有一匹马发疯了，马就过来，哇，跑过来，这个马呢一跑过来以后，有一条狗也窜出来横着过去，这个马疯了，马本来碰到两个碰到动物它要跳过去，可是马发疯了乱跑，这个狗刚横着冲过来，这个马啪一蹄子爬过去就把它打死了。欧阳修站起来，哎，这是个题目，你们谁记下来了？这些大方法可以记住，而且这样古人这些马奔跑怎么样记得住？现在现代化很难啊，你懂了，马就慢跑，法师马都离法师马马哦，啊，这狗怎么样？啰嗦了。这历史你这样写啊？中华民国100年的历史，这个访谈你都背不下来，是吧？他也反笑了，这些人说我多么好啊，正
就类似这样学。像那鬼当年临时拐的时候，头大就放马，那么下面问怎么办？你说你怎么说？六个字完了，怎么选？马逆，漂移的逆，马从哪儿出来的？这个逆字要懂得，中国人现在放逆，免得你的肘子逆，大家知道的漂移，因为人们中国人他有很多意义，放逆，没有人起到，没人管到，风要乱跑，逆就是乱跑，马逆两个。对穿运头是什么玩意儿？把人家头插出来在路上，大家看到太多人了解了。他现在只要这样写，你要详细一些，现在能写。哎呀，这个马还没有到警察来检验他了，还没有法官判，算没有精神病的马了。啊，是来打的，那一百多个学官，那这个马逆必穿日头，我们看什么？这碰到这个风马，中国文字看懂了，风的马乱跑，狗撑过来，啪一口啪死了，或者，就这么简单。怎么讲起这个来？啊，翻译。哦，翻译看，翻译看，刚法师在翻译，真不是这样。周末老师在法师翻译，身为空，空为身，身是空，空为身。后面呢，受相，神是受的感觉。刚才讲你们打坐一些系统，相信做不了。你永远脉打不通，永远在气上摸着。这个理论就是说，佛家讲打坐的功夫是用忍，这个忍日本人用的很厉害，那武功的武家叫做忍，日本人懂吗？啊，你抬到忍度的底下，那个打通了就是脉通了，气就通过去了，脉通了就气通了两。这一下听懂了吗？听懂了吗？所以为什么回去一睡觉，睡了好百分之五嘛，好一睡觉起来玩，久睡伤气。可是脉呢，疲劳，可以吧？你看，我们教你们打坐起来想一下。沈香起来打坐啊，久睡睡久了伤气，久立伤骨，久行再走了伤骨头，久行劳动的农村做劳动，那个青春腿上都来了啊，久行伤根，都有道理的。都是医学的道理，所以我们一看形象训练差不多了啊，慢慢给你时间加长，你初步，你们初步慢慢的，初步都有急诊车站票都上去，两个腿已经没有腿了，叫你形象，哎呦，我的妈，到这里是不是对的？现在就讲清楚。好吗？休息了。要吃点心啊。
没有，你是叫转生法师来翻译给你。